蒙古人把野马驯服为坐骑，但始终难以征服他狂傲的野性。对立中相互磨合和塑造，是人与马永恒的主题。 蒙古国戈壁阿拉泰省与中国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区接壤，一年一度的全国套马驯马比赛，今年在这里如期举行。来自保利根省的选手达瓦和特穆尔两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全国性比赛，他们的同伴奥切尔是去年的套马冠军。平时的好友、赛场上的伙伴，三个人暗下决心，今年一定要为自己的省份争得好名次。 根据比赛规则，各地参赛选手只能携带套马用具，而套马坐骑和被驯的马匹则由当地负责提供。 来自全国各地的驯马勇士与当地选送的骏马将会在这广阔的竞技舞台上表演一场人马较量的活剧。 这是胆气与雄风的展示，这是力量和技巧的统一。这个套马比赛呀，一般的来说分两种，一个是套马杆套马，另一个是无杆套马。那么无杆套马也可以叫做绳套套马。那么其中每一种当中啊，又分两种形式，比如说套马杆套马呢，有一种。 有一种叫做拦截套马，拦截套马就说，这个选手啊要从侧面冲向马群，然后套住所要套那个马。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追逐套马。 现在用套马杆套马的选手已经进入场地开始套马，他们所要套的马的号码不是由自己所选择、自己所决定，他们的号码必须由裁判宣布。 与裁判们一样认真的是上届冠军奥切尔。对于套马手来说，只有熟悉了套马坐骑的习性，才能与他配合默契。坐骑主人的提醒可算是帮奥切尔的大忙。
啊，接着第一次出场得了满分，队友们松了一口气。对手们的每一次失误，对奥切来说，则是一个收获。而乌干踏马，也就是绳踏踏马呢，是分两种，一个呢是徒步，也就步行踏马。还有一种是他在马上踏马，就是骑着马，然后把这个绳套甩出去踏马。那么这两种比赛呢，都要求在指定的场地之内，超过了这个场地，它就是无效的。一般来讲，绳套套马要比带杆套马难度大，其观赏性也更强。阿切尔的队友特穆勒第一次出场没有成功。特穆勒第二次出场又失败了。阿切尔的追逐套马项目开始了。
赛场外围的车辆挡住了裁判们的视线，阿切勒不得不再次尝试，再做拼搏。因为受时间拖延过长等不利因素影响，奥切勒丢掉了珍贵的两分。奥切勒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队友达瓦的驯马比赛上了。现在场地上正在进行驯马比赛，那么这些马匹呢，从来未经过任何训练，那完全是一个生个子。那么这些骑手呢，哇，这种紧张刺激惊险的场面不亚于西班牙的斗牛。这些从未被驯服的公马是驯马手们最喜欢的对手，也是他们最想征服的对象。这些选手啊，对自己选择自己的马匹，那么说越是这种啊，越是难以驯服的这个马呀、啊，这些选手愿意骑上去，想试试自己的本事。只有在人马对抗中，马的体魄和野性才能得到充分开掘和展现，马的优良品质才得以传承。这是蒙古人训练马的独特方法。
对于被激怒了的枣红公马来说，经验不足的达瓦显然不是个对手。在公平的较量中，人与马共同得到磨练和提升，一起登上赞誉榜。昔日的冠军奥切勒这次只获得了第三名，而他的坐骑却赢得了桂冠。虽然规定的比赛日程已经结束，有限的荣誉等次都已产生，但群众自发的游艺活动才刚刚开始。对于祖祖辈辈与马打交道、与马相依为命的蒙古人来说，任何与马有关的比赛和竞技活动就是他们的 NBA， 就是他们的世界杯，也是他们的奥运会。电视系列片《印象蒙古》，带您领略异域风情。